我是阿斯奇，我不小心撞坏了凳子，铲屎官立马从床上惊醒。为了避免挨打，我果断地躲到了茶几底下，假装睡觉。就在我十分忐忑的时候，憨狗竟然出现了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为我吸引大量的火力吧。但是不行，我不能这样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替我挨骂。干翻他，